大家好，我是梦想制作人六艾斯666老师。台湾是一个拥有文化丰富内涵的地方，这一次我们主打的风格呢，就是哈克曲风。哈克，哈克。台湾最擅长的就是埋没人才，但是，等一下，来，补光是好，我看得见。苏东河96岁，黄陆地呢100岁，那么加起来呢是这个。196岁 Damn， 这一次呢我们有非常完整的团队， Rapper Beatmaker Paper Funker Chatter 还有我 Producer， 我们也花了近100块的装法费打造一个天王天后级的哈克感。身为哈克曲风的权威六老师，这一次呢选用的是808+1809 bass。809 bass 听起来是怎么样呢？ Amazing。 所以你认识的苏东河是怎么样？哎，我要讲话。对，你要讲话，我在问你啊。对，有一个东西还不错，蛮屌的。我们在苏东河的家呢，发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乐器。厨房啊，对，这橱柜历史很悠久，然后橱柜里面，我跟你讲，你看这刀，你看这刀，刀怎么了？超屌，这哪里屌？就是超棒，就是就很棒，对，耶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取样非常多活生生的声音。每一个都是我们经过活生生血淋淋录出来的声音。这样有录到吗？啊，导播这样有录到吗？有。OK， 好，那还要再一次吗？不用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带给这个哈克曲风呢一个新的生命。我们 beatmaker 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？你看他的脚。你看他的拐杖，咔咔咔咔咔咔。于是呢，我们就把 B 给做完了，左边一点点，对，再回来一点点。好，98%的饶舌歌手是没有种过菜的，另外的2%在我这。配唱老师呢，经过聊天的方式来启发 rapper 的创作灵感。阿哥啊，阿哥。那宝贝的，讲啦，你讲啦，还有买个水果啊？哎，唔系，我讲个，你应该要教育部的人，唔好在。我说现在有什么水果？他说木瓜现在很贵，他说我不要吃。The gold earring is really dope. We don't need the gold chain. 你们可以看一下黄陆地的手，那个 tempo， yeah， really dope。他好厉害的，讲话可以一直讲，然后不会停的。可能是住在乡下吧，因为客家人讲话本来就比较大声。他以前年轻的时候都在山里面工作，所以呢，他都会喊人啊，音量还不错。外婆每一年昂骨柜可以做好几百颗，可以做耳柜、包粽子、做年糕。我觉得饶舌歌手就是要具备这样的能力。OK， 我记得那一天有一个什么摄影师叫做。Fake Bake Oh Make Bake B-E-C-K Bake 一直很积极的在参与我们家的一个全家福。 Damn。 二三，妹妹下一个来。一道彩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你好，耶。那么这个全家福呢，来看一下。还不错，
啊，那么我们的音乐呢已经在这个全球数位下架了，非常高兴参与这次的制作，大家呢可以在下文的连结做试听啊，以及下载购买。梦想在你，成就在我，我是金曲制作人六艾斯六老师，我们下次见。我是金曲制作人。